哦哟，这个东西呆得很。啊，你赶紧走吧。哎呀，还不来，我忍不住，都快吃饱了。哎呀，哎，你来了，小妹儿。什么什么意思啊？怎么你开始吃了已经？妈妈，我想吃烤山药。哎，我这不等你好长一会儿，你没来吗？我饿了，我就先吃了两口。你不是请我吃饭的吗？啊，请你吃饭的吗？你不来了吗？你会换个衣服，谁知道你换这么长时间呀、啊？来吧。为什么你的这么大一碗，我就这碗？那你们女孩子吃的少吗？不是，你看我这里边啥都没有，你还有肉丝呢。你点这两个菜什么意思呀？是小心加豆腐是吧？对呀、啊，就是证明跟我的关系清清白白是吧？不是，那小葱拌豆腐营养很丰富啊。你这个呢？这个、我家就种黄瓜，从小吃黄瓜长大的，这不是怀念一下青春吗？你这个糟老头子，你跟我在一起吃饭，你就怀念青春了，然后跟我一清二白。嗯。不是，你看你想哪去了？你误会我了，是吧？这样吧，下次吃点好的啊，吃吧。啊，那个。吃完了以后咱还有啥活动啊？我今天也不上班再说吧。哎，跟你说了，我不吃葱不吃蒜，下次注意啊。嗯，好吧。小妹，你吃饱了吗？饱啦，但是不是吃饱了，是气饱了。这有什么好气的？你看吃个饭还生一顿气，那多不值得呀。哎，真的。哎，上次给你把琴弄坏了是吧？啊，没有没有，我那把琴本来就断了，我摔断了啊。你喜欢琴吗？当然喜欢了。那我跟你说，吉他那都是我的命根子，那都是。哎，六个琴行，我们进去看看吧。行啊，好，走。哇，这么多琴啊！你会弹吗？开什么玩笑！我当然会弹了。这么地吧，你要会弹啊，你给我弹一个。你要会弹，你看到哪个我给你拿哪个。真假的？哎呀，那肯定。行，那走。你看，你选一个。我看这把挺好看的，你给我弹一下，能弹好了就送你了。真的假的？真的，说一不二，你真的是来吧。行，那我就黄鼠狼掀门帘子，我给你露一小手。说吧，谈啥？啊，来个经典一点的，庾澄庆的《情非得已》吧。行，没问题。难以忘记初次见你，闭上迷人的眼睛，在我脑海里，你的身影。怎么样？哎呀，小样的，还难不倒你呢哈！必须的。你再给我来一首别的。来，你来啥呀？最近不是听那个《人间四月天》吗？你会不会？你不会是不是？哎呀，太小看我了，真的。来吧，《人间四月天》是吧？嗯。愿你在我看不到的地方安然无恙，愿你的冬天永远不缺暖阳，愿你的未来不再经历雨打风霜，愿你在黎明如昔能有你在身旁。哎呀，还凑合吧。不，什么叫凑合吧？就我这个水平，我跟你说，你哎，你就说吧，这里边有啥我不会的吧？来，你别吹了，来这个吧，这个是啥？这个是带电的是吧？来，你给我弹这个来。来就弹，不是你吧？这个，你看就是啊，它得插电，你知道吗？我给你插上。啊，行吧。哎呀，我跟你说了，既然露一小手，我也不怕再多露一手了。好了，你开始吧，来。不是你想听个啥？随便吧。随便好、放个伴奏吧。行了，把琴拿走吧。咋了？这一不要了？这把本来也不想要，跟你说露一小手就行了，也不能一直弹，对不对？放着吧，给人家。哎、小一样的。我跟你说，我就要这把。就它了是吧？对对对，就它。我说话算数啊，老板，就这把琴了，刷卡吧。好。行了，把琴拿走吧。咋了？这一不要了？这把本来也不想要，跟你说露一小手就行了，也不能一直弹，对不对？放着吧，给人家。我跟你说，我就要这把。就它了是吧？
别别别，我无法算数啊，老板，就这把琴了，你看卡吧。好，你背着吧。好嘞。行了，咱走吧。哎呀，心满意足了，我感觉这把。不是你今天咋这么大方呢？送我把琴呢？我跟你说，你那琴本来就是坏的，是吧？不是跟你说了，我都承认了，又没有被不承认，对不对？本来就断了嘛。我跟你说，那个是坏的，这个是我送你的了啊。不是你送我把琴，这个没无事献殷勤，非奸即盗，你说吧，你有啥想法吧？这个反正你欠我一次。记得啊，什么叫欠你一次啊？什么意思啊？这琴是我送你的，那你就欠我一次，你记着就行了。等我下次有事我叫你，你不能拒绝我。不是你，我这个人是比较有原则的人，对不对？ 你就记着，你欠我一次就行了，哪那么多废话？那能行吗？你这个，你光说欠一次，你万一让我出卖我的灵魂，哎，不可能，你废话真多。